激光治疗红血丝，这个临床疗效是比较肯定的，这种治疗呢也是比较安全、无创的。它的这个短期的这种后遗症，或者说是这种并发症呢，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皮肤的红斑和水肿反应。当然，这个通过术后即刻的冷喷，还有这个进行一个冷敷，都能够在短时间内，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皮肤的反应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，就是有些病人他在激光治疗之后，可能会有一些面部的这种色素沉着的这种现象。色素沉着的现象，往往这种色沉的这种发生呢，往往是和激光术后的护理不当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我们在这个激光治疗红血丝之后呢，格外要强调防晒。格外强调防晒，因为必须要做到一个有效的防晒的话，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去避免这个激光术后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个发生。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性质，还有皮肤类型，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防晒剂。如果是室内工作的人的话，很少到户外的话，选择一个 SPF 值15到30 PA 2个加号的这个防晒霜就可以。